這個都講得清楚，但第二，我認為你的聲明有幾部分，其實OK，這個只是第一部分，是最可惡的部分，所以首先要譴責咗先，回來第二節繼續譴責梁振英，休息一陣。OK。 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獨自去偷歡我，謝絕地監管，道別你身邊我，直播找個伴。獨自去偷歡我，你習慣這般。 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 哇， 咪吧， 乜咁好唱口啊？ 人民力量周年晚会就嚟到啦嘛，我梗係要练定支歌，到时上台唱啦。你想有得唱歌？冇咁易㗎啦。今年搞搞新意思，由即刻开始，大家可以随意提名，并且投选心目中嘅卡拉之星㗎啦。我知啊。 即係用贊助嚟到投票，得到最多贊助嘅10個單位，就可以喺4月28號人民力量周年會慶祈籌款晚會上面高歌一曲。請將贊助存入匯豐銀行或者東亞銀行嘅人民力量户口，喺入數紙上面寫上贊助人嘅名字、聯絡電話以及卡拉之星嘅名字，傳真至到去23925762，或者電郵到 admin@peoplepower.hk。 一次过俾晒你备选权、提名权同埋投票权，用赞助嚟到投票，选出众望所归嘅卡拉之星。不过话时话。
你可唔可以咪再唱獨照偷歡咁樣啊？哇，總好過鬱敏次次都係上台唱咩卯灘亭之幽溝。但話時話，到時我都想聽下蕭沙唱歌，同埋願你未唱歌嘅。每星期都会请不同的嘉宾讨论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场，擦出不同的火花。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八点九，有陈伟业同你论证一小时。翻嚟第二節嘅城市再論壇，咁首先今日係次序音樂啦，咁樣咁啊 ，Swanna 就話好人唔聽 live 咧，一入嚟聽到 Parody 啦。哇！佢唔學竟然好人唔聽 live 啊？唔係，咁你時間都唔係咁啱嘅 ，Swanna 一定要聽你嘅咩？唔係 Swanna 姐，唔該你贊助阿劉翁唱歌，佢會嘅。Parody 就好難唔識噶啦，又唔好廁所嘅。係啦，咁啊，唔係咁實隻歌啦，最重要就係當然係今日係。播呢、這個，其實你識唔識唱呢啲古典嘅？識，我識噶，但我唔係唱 tenor 噶嘛，我唱 bass 係喎。咁但係唔係你應該唔講聽咩叫識，即係呢個業餘嗰啲合唱團就識係啦。要獨唱嘅就梗係唔識啦。因為如果你要唱到獨唱嘅話咧，你要嗰個headtone同埋啲聲咧係可以傳得好遠都唔散嘅。咁呢個係要好多年功夫嘅。咁我有啲朋友識啦，即係 Ray 就會識啦。哦，係咁但係即係唔係咁易，但係你有合唱團嘅，咁又唔同。咁咧就都 OK 嘅，係啦。咁但係我都係唱 bass 唱唔到 Parody。通常如果唱到嗰個程度咧，你要將個頭顱嗰個頭蓋骨咧，都當成一個共鳴箱發聲。係㗎，咁亦都係㗎，同埋你幾樣嘢啦，你個呼吸啦，同埋你個肚啦，咁同埋嗰個即係要震共鳴，因為個出個聲你要 project 得遠咧，其實一件好困難嘅事情嚟，即係一個真係一個高深嘅技巧嚟嘅。咁但係講翻當然啦，即係頭先嗰首最近 Nessun Dorma 啦，就係呢個 Puccini 呢個杜蘭朵歌劇裏邊咧首名曲啦，呢個公主徹夜無眠，咁大家呢個好多人都熟㗎啦，呢首曲應該大家都熟悉嘅呢一首咁樣嘅咏嘆調啦。咁表演者係 Pavarotti 啦，咁其實好多個版本嘅，咁 Pavarotti 就喺網上就最多，咁我都揀咗 Pavarotti 嘅。咁當然佢嘅演繹都係相當出色啦，即係話曬都係三大男高音啦，係一代時間。咁但當然雖然三大男高音呢樣嘢咧，就即係有少少商業味咁樣去捧出嚟嘅，因為佢紅嗰陣時咧，就佢同杜明高咧都係非常之即係頂尖而嘅男高音咧。但係呢個Carreras 咧就並唔係話好出名得咁緊要嘅啫。咁但係即係等於四大天王嗰陣時，即係郭富城冇咁紅，係啦。一樣嘅啫，其實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嘅。咁但係當然唔係話邊個好啲，邊個差啲。如果你問我，當然我自己中意杜明高啦，因為杜明高嘅 repertoire 係闊好多，佢可以唱到華格納啦，會唱到德國歌劇。但係 Pavarotti 主要都係唱意大利歌劇。哦，咁你有冇機會要即係播下呢個杜明高啊？啊，會一陣間會另外一隻係杜明高唱，但都係，唔係今日個主題唔係 Pavarotti， 今日個主題係 Puccini 啊，呢個意大利嘅歌劇嘅作曲家咧，普切尼，19世紀末啦，20世紀初嘅意大利其中一個最著名啦嘅劇作家，佢比較新穎啲嘅就當然最勁最多嘅當然係呢個威爾第啦 ，Verdi 啦，咁但係 Puccini 咧就我自己比較中意啲，因為 Verdi 就好悶嘅同埋好老土嘅，但係 Puccini 咧就吸納咗19世紀末嘅各派嘅優點啦，咁亦都因為嗰陣時開始即大家會注重多少少劇情啦，咁咧就佢就會幾個元素都吸納到，而且咧 Puccini 嘅歌劇咧又可以如果源頭即係美國興起百老匯嗰種呢、這個歌舞劇啦，即係 musicals 咧，其實咧其中唔少咧都會係可以話師承 Puccini 嘅，個戲劇性比較強啲嘅。都係我自己中意德國嘅華格納，但係佢嗰啲根本上好難吸引到大眾嘅，因為啲音冇音噶嘛嚇，我成日講過啦。咁所以咧 Puccini 嗰種咧係可以話係能夠即係比較合適地將一個古典音樂嘅歌劇咧係即係傳繼去一個比較輕鬆嘅歌舞劇嘅其中一個都幾重要嘅人物嚟嘅，20世紀初嗰陣時。咁所以咧佢嘅歌劇都幾值得欣賞嘅。
咁希望大家可以試下，如果未聽過或者即係唔特別中意聽歌劇咧，聽下佢咧就比較易聽，就冇華格納嗰啲咁近嘅。咁啊，聽下呢個波希米亞人啦，那部 M 啦，咁啊，杜蘭朵啦，仲有好幾多嘅，咁一間都會同大家介紹下啊。咁呢個就係、今日嘅音樂堂。咁頭先播完啲好歌之後，咁就連隨嘅廣告就即刻幫自己大家從天堂拉翻去人間啦，係咪？但我其實有個陰謀喺裏面嘅，我就係讓到阿馬仔嘅劉華喺呢個城市論壇裏面出現，係啦，就藉住呢個廣告就達成咗啦。希望到時唔好再有人贊助唱《獨自去偷歡》嘅，就可以贊助劉翁唱《獨自去偷歡》咯。咁我會逼佢跳舞嘅，兩手交叉叉，係啊，務求做到呢個極盡視聽之餘嘅。嗯，冇錯啦。嗯，咁啊，繼續譴責梁振英噶咯，我哋係啊。嗱，咁頭先講咗佢嗰個即係唔理法治啦，即係如果嚴格地嚟講，佢哋僭越咗呢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添啦嚇。咁但第二呢就係佢開始就係直情係唔顧一啲身份啦，同埋唔顧一啲規矩呢，就係呢即係係一個後任特首呢已經對政策指指點點，而且唔係對政策指指點點，而係已經係話應該咁應該應該咁應該咁。咁呢個係非常嗱，佢不嬲都係咁啦，但呢樣嘢係非常之唔合規矩嘅，即係唔即係直情係冇政治道德都好緊要嘅。你會令到整個而家香港，我想問啦，咁而家香港嘅政府係點好呢？整个司局级官员，我唔讲下低嗰啲签发死亡证啊、发车牌啊嗰啲，咁都会继续做啦。但系如果喺即系政策上高要继续推行，系咪应该继续推行呢？我真系好想问嗱，你话僭建咁，你又继续推行，我又唔知道。哦，双非问题，医院资源收嘅额系几多咁样，就唔去啦咁样。咁其他一啲比较政策性嘅嘢，我应该做定唔做啊？定系要打个电话问下 CY 先啊？问完 CY 定系如果 Donald 打个电话落嚟要我咁做，我使唔使打个 CY 话问一问意见啊？问一问批准啊？如果 CY 讲嘅嘢唔同，我系咪要同阿 Donald 讲翻？唔得、啊、，CY 唔俾啊？咁系咪应该咁咧？呢啲系完全冇规模。冇舉嘅做法嚟嘅，唔係，所以其實如果佢有種，即係阿 Donald 個 team 人咧，仲有啲種咧，應該嗱嗱聲就聽人民力量講，就用呢個行政手段製咗啲雙飛，咁到時嗰陣其實佢咪兩年後佢自己冇得再吹咯。唔係，但係個重點就係咧，呢啲係真係唔可以做嘅。係啊，你唯一可以就唔該你七月一號上台，你先至講呢啲嘢。而如果唔係你令到整個而家嘅香港政府係癱瘓嘅，所以點會跛腳鴨就係咁嘅意思啦。任何政策如果係牽涉到原來換屆係可能唔同，甚至唔一定係可能唔同，可能係一樣。不過我驚你唔同，我就已經唔做啦。譬如如果我假設如果6月1號啊 plan 咗賣地嘅，咁賣唔賣？我想問。所以如果你哋識得啲公務員嘅話咧，即係我都聽到啲朋友去做公務員咧，都已經屌曬老母嘅。你冇得傾嘅，係唔似，即係離曬。即係唔似啊！因為你呢一啲即係你喂，就係咯，做樣你都做個樣俾我，喂而家冇樣做喎、啊，大佬，你係直接。直接咁樣 order 落嚟喎，係㗎，仲要係即係遠即係遠程咁樣 order 落嚟，咁即刻仲要即刻周一落跪低喎，咁係幾唔似樣先得㗎？即係呢個簡直係完全唔似樣嘅政府，完全冇規冇矩嘅政府，即係好老實講，即係香港即係百幾年嘅基業咧，即係俾呢班人係敗曬。其實張岳如果唔下即係唔繼續做佢嘅即係局長咁樣，咁佢都諗住退休㗎啦，使咩咁？咁唔係佢諗住繼續做，但係個問題我唔理，我唔理佢想做定佢唔想做。個問題就係咪而家曾岳呢個咁樣係成為一個藍本先？咁如果我係其他司局長，我乜都唔做得。係啊，係啊，我唔敢做喎，係啊，你七月一號你就會推翻我，都唔緊要。但係你起碼知道我起碼做到6月30號，我啲嘢係因為前朝咗。而家直情係明明 Donald 叫咗我做嘅嘢，或者已經 agree 咗做嘅嘢，都驚唔做得喎咁。咁你點似樣啫？呢個係完全唔合規矩嘅。第二，所謂呢、這個即係零配額啦，係咪？我想問佢係憑乜嘢咁樣講出？嗱，唔係話我哋唔贊成喎、即係呢個要分開兩個部分喎。我哋已經出咗個做得好少，我哋第一個做嘅，但就係好辛苦咁 draft 咗嗰個私人條例草案咧，已經過咗呢個律政專員咧，就可以提交俾曾鈺成嘅咧，就係、是、用呢個立法本地立法手段，用行政規矩即係阻截呢個雙非孕婦。動議未㗎？未，因為曾鈺成未批准呢個辯論呢個議案。個問題就係、是、喺我哋呢種立法都可以係容許零。配額㗎，因為最行嘅行政決定就係究竟要配額幾多係喺政府嘅手上。但係我哋嘅討論，我哋頭先醫生都講咗，我哋其實係我覺得人民係最高質素、最正確嘅立場，就係、是、我哋要
广泛咁样讨论，究竟香港呢个地方系可唔可以容纳或者承受到呢、這个譬如内地孕妇来港产检呢、這个好简单问题。如果你话一个都成立唔承受唔到嘅，咁咪零咯，冇问题噶，大家讲明就得噶啦，大家有讨论就得噶啦。个问题就系翻去就系人口政策呢、這个成日萧生成日讲，或者我哋都成日讲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得翻四万几人出世嘅话，其实香港咧每年有四万几人死，咁即系其实零呢、這个人口增长甚至负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哦。咁呢啲系咪都系应该一次过喺呢个人大规模嘅人口政策里面讨论呢？然后得出嘅结论系原来点都好啦，我宁愿用计分制好，唔知喺边度引入人口都好，我都唔可以俾双非孕妇来港产子，我都有权嘅，得噶，冇问题噶，唔系唔得噶。我觉得我哋其实喺呢个事件上高咧，并冇一个好既定嘅立场，好老实讲。但系你就唔可以就咁样出嚟讲啊，零啦。即使嗰啲私家医院联会啊，系咪啊？嗰个乜乜咁，系啊，系一个好乞人憎嘅人，系一个好乞人憎嘅人，亦都嗰种即系唯利是图嗰种藐嘴藐舌咧，系好需要冚吓。呢、這个我系好赞成嘅。系啊，但系亦都要撇开大家自己嘅私怨。我觉得有好多嘢系绝对唔能够咁嘅，因为如果你话哦，我想见到咧即刻要阻截系变成零嘅，唔准俾双非孕妇来港产子嘅，我、哦、有人出嚟讲，把声。变乜变魔术就可以做到咁嘅，系啊。然后你觉得好嘅话咧，我话俾你听，你自己小心啲。系啊，你以后一样你唔想见到嘅政策，系啊。但系有其他人即觉得好唔同意嘅，譬如姓陈嗰啲，全部要冚两巴。系啊系啊系啊，凡月入唔够八千蚊嘅，全部赶翻大陆住。赶翻大陆住咁样，然后好多人支持。系啊，跟住我哋香港大换血，系啦，边个够钱落嚟就可以生嗰啲，就慢慢换佢嘅咁样。咁到时如果系你系受苦嗰个嘅话咧？你唔好怨啊，因为呢啲规矩系非常之紧要嘅，好多嘢程序，就算嗰样嘢几啱几啱几啱都好，除非牵涉人命，除非牵涉打仗，除非牵涉国防外交呢之外，呢啲咁样嘅政策系应该有规矩、有咨询嘅程序，然后做一个咁大嘅决定嘅。即使我哋好唔想俾私家医院赚钱，我觉得佢秒准秒事好乞人憎。系啊，即同埋又食又拎到，觉得好似系好应份。系啦、啊，即使你觉得好讨厌，我都觉得好讨厌噶。咁问题，即使呢啲咁都好，你唔能够情绪地话哦，呢啲人真系乞人憎啦，啲双非孕妇又抢晒我哋资源啦，最好有个神出嚟帮你啪一声、啊、就解决咗。咁、啊、对唔住，下次你系俾人压迫嗰、那个。你就唔好怨啦。系啊，啊头先你讲个兜友系咪就系话，如果冇咗双非孕妇就会执笠嘅？系啊，哦系 啊, 啊，就冇咗、啊、就系私医联会嗰个主席啦，嗰、那个刘乜鬼最乞人憎佢噶呢个世界。系啊，咁所以真系咧，我觉得呢啲系好根本、好根本噶。我觉得人民力量讲嘅嘢系最基础、最正确，同埋系即系最 solid 嘅一啲说法嚟嘅，就系我哋一定要坚持法治，一定要咧就系、是、行政程序咧、政府程序咧，每一个。重大嘅政策咧，都一定要有既定嘅程序同埋諮詢過程。冇錯啦，呢個係好緊要噶。我哋其實支持好多嘢噶，除咗民主，如果你而家即刻俾民主我，咁我可以即刻要。OK， 有啲嘢係可以即刻要嘅，有啲嘢可以即刻要嘅。但係除此之外，對唔住呢啲政策嘅話咧，如果你既仍然相信呢個政府嘅體系嘅話咧，你仍然相信英國佬擺落嚟嗰百幾年嘅公務員體系嘅做事方法嘅話咧，呢啲係必須要遵守，唔使講。同埋你嗰零係點嚟嘅啫？可唔可以四万、三万、两万、一万呢？可唔可以呢？系啦，如果变到落五千，咁又系咪可以？系咪应该已经冇问题呢？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个零其实摆明就系讨好嘅，攞嚟，即系攞嚟抢你嗰个眼光，然后系讨好呢一班唔谂嘢嘅人嘅啫。系啊，即系所以，如果你话人民力量叫人派八千蚊系民粹，呢啲先至系民粹之中嘅民粹之霸。系啊，咁我补充少少啦，就系话双非孕妇加埋本地孕妇所加埋嘅出生率咧，其实都系低于正常出生率嘅。咁如果你将双非孕妇都变做零嘅话咧，其实香港人口嘅老化相会相当之严重咧，样上嚟。嗱，我同大家讲下一个最新嘅数字啊，琴日应该我喺 BBC 上个睇到嘅，日本2011年人口系下降250,000。跌咗超差唔多 0.5%， 系整体人口，系总人口向下跌。OK， 呢个就系日本点解呢个经济咧，其中一个即系20几年咧停滞不前一个最重大嘅原因。佢呢个人口老化已经去到一个地步，系人口向下跌啦。OK， 我想问你哋系咪想见到咧？或者哦，可能大家有咁样问佢，嗰啲人就话唔想见到。咁我就问你啦，咁有乜办法去解决咧？系咪应该要攞出嚟讨论咧？
可以唔係雙非孕婦㗎，其實我覺得可以唔係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嘅出生率嚟去做呢個 replacement 㗎。你可以其實係俾日本人移民嚟香港都得嘅，但係你要攞啲方法出嚟討論，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嚴謹嘅問題嚟㗎，其實要個完整嘅人口政策咯，即係個概念就係話你唔可以俾嗰個死亡率同呢個人口增長係接近一樣咯，梗係唔可以啦。咁所以咧，即係絕對唔可以。你呢梁振英突然間零，同埋可以話聽，就算唔好講其他政策，呢一個政策，梁振英今日話得零，聽日佢都可以突然間話八萬嘅，係咪啊？哦，等於八萬五啫嘛。係啊，你等於你接受到佢可以咁即刻話零嘅話，你即係等於接受咗佢突然間唔係喎，我哋好需要人口啊，不如將個配額加到12万啦。係啦，又或者幾時共產黨無啦啦就話香港都係要多啲我哋啲人咁樣去中落嚟㗎啦，咁樣咁佢咪即刻改口咯。咁所以真係好困難，即係阿小林我講得啱，點解啲咁基本嘅嘢我都想話，即係好慘，即係我覺得係好。即係咪香港漸漸成為咗一個唔講道理嘅地方咧？系咁，但系冇办法。但系佢一讲呢咁嘅嘢咧，就好多人叫好啦。系啊，咁呢个就真系咧，即系有时你又不得，即系有时你唔想得罪香港人嘅，有时，但系你又真系不得不讲。唉，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其实政策考思考政策系一样好复杂嘅事，但系其实最简单嘅一个步骤必须要做咧，就系喺咁纷纭嘅即系唔同嘅尺里面咧，你揾翻一个最基本、最核心嗰样。其实但系呢样嘢有阵时又识讲嘅，即系香港最核心嘅核心价值系乜嘢啊？咪就维护法治咯，系咪？讲完噶啦，其实大部分都吓、啊，即系继续争取自，即系有享有自由同埋争取民主啦，即系讲完噶啦。所以咁你攞咗呢把尺出嚟度先，其他嗰啲嘢真系要摆埋一边噶，然后再用一啲相应嘅手法去解决，即系你咁样先至去真系拆解紧嗰个问题噶嘛。所以政治嘅 A、B、C 咧，系大家唔好介意，经常要讲，因为我哋唔能够距离嗰个民众嘅谂法相差太远，所以政治 A、B、C 就系维护法治咧，就系、是、政治嘅 A、B、C 啦。所以要经常提住呢一个。重点啊，就唔好去到个层次，就系话啱用就攞零用。系啊，呢、這个嗱呢个亦都系其实一个民主精神好紧要嘅东西嚟嘅。如果你哋而家譬如因为见到咩边个团体都好啦吓、啊，甚至有啲即系咩反王啊乜乜嗰啲啦吓，一见到咁样咧就拍掌叫好嘅话咧，咁样即系代表咧，其实你系并唔适合一个民主制度嘅。民主制度好大部分嘅情况之下咧，系需要一个好漫长嘅改变过程嘅，尤其是喺重大，亦都好需要好多商讨嘅。如果你因为今日呢样嘢你自己赞成 applaud。一個咁樣嘅所謂即係行政，哇好有行政嘅決斷力，咁樣做一個咁樣嘅話嘅零配額嘅決定嘅話咧，然後讚賞梁振英嘅話咧，咁你就並唔係一個適合民主政制嘅人嚟嘅。你要諗清楚，如果你要嘅民主政制將來嚇、啊、有咗民主政制啦，然後咧喺討論一啲譬如好似呢啲雙非問題，係要慢慢傾嘅，傾足兩年，傾足三年先得到個結論嘅。而你覺得好煩嘅話咧，咁你要反思下你點解自己爭取民主。我真係我要好誠懇咁同大家講㗎，我要大家明白你爭取民主係要得到啲乜嘢。我希望大家爭取民主唔係聽到民主黨嘅口號，聽咗司徒華爭取唔知幾多年，所以你就爭取民主，而係你係要清清楚楚知道民主制度有啲乜嘢嘅後果，有啲乜嘢係會跟進到嘅，出嚟嘅管治制度會係點樣嘅，會係一種咩嘅程序嘅，你要接受。呢一種你先好，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最講到尾咧就係我見到民建聯爭，所以我要支持民主。到時你請喺民主制度上咗一個台出嚟咧，係唔知邊個好啦，嚴達明咁樣，你爭佢嘅話咧，你就要翻返去獨裁嘅話咧，咁樣咧就真係行翻呢個19世紀呢個歐洲嘅帝國主義老路，不停咧呢個民主制度反反覆覆係即係冇前途嘅。所以我希望如果同人民力量一齊即係堅定地行在同一陣線去爭取民主嘅話咧，大家係必須要喺思想。常有準備，當如果真真正正行一種民主制度嘅話咧，好多 policy 就會慢，要你學更加多嘅去要討論去說服，呢、這個先至係真真正正我哋相信民主制度最終會能夠咧係對呢個社會係帶嚟最好嘅效果嘅，好緊要嘅原因。係啊，你絕對唔可以抱一個態度就係你落場打牌，阿爸打本你打，然後咧贏係你嘅，輸係佢嘅。咁樣你用咁嘅心態呢，其實就唔得㗎，即係一定要去即係去明白即係呢件事咁樣去進呢，對整個社會同埋人類同埋我都咁
咁肯定，即係對於你嘅生活嚟講咧，應該大概係會有進步嘅。但係與此同時，要付出嘅代價咧，一定要計算清楚咯。咁所以咧，即係譬如話我自己踏入咗呢個圈之後咧，即係我自己都不斷反思，即係譬如香港個民主運動裡面係出咗咩問題，就係咩咧？其實好多時都好多人都強調所謂民主精神啦，其實民主唔淨止個精神嚟嘅，佢個制度，而呢個制度必須係漫長，同埋係要精雕細琢。佢未必会俾你一个最好嘅嘢，但係佢係有能力排除啲唔好嘅嘢，所以你係要俾时间去发酵，而唔能够因为我嫌佢慢，所以就出口术而去做呢啲咁嘅，即係口有乜攞把口嚟到去施压呢啲手段呢，而你拍手叫好嘅时候呢，你要諗返自己，你了唔了解你嘅你欣賞一份精神，你欣賞一份制度咯。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就好簡單㗎啦。其實同埋歷史都已經有㗎啦。如果任何係背棄咗呢個民主制度呢一種咁樣嘅討論同埋嘅過程啩，然後咧用一種好快嘅手段啦，即時做一樣嘢咧，然後咧係大舉呢個國族主義嘅話，呢種就叫法西斯或者呢個納粹。如果你係大講呢個社會財富再分配而唔顧法治、唔顧程序嘅，呢個就係共產黨。我哋已經受夠㗎啦，其實受到夠曬㗎啦。OK， 所以千祈唔好因為見到一樣嘢，你自己真係好 Q buy 啊，真係覺得咧就即刻有人 magically 一做一下 click 一下做到，跟住你就當佢神咁拜，或者。都唔，我唔好當佢神咁拜，或者咧係欣賞呢種做法，呢種做法絕對唔能夠欣賞，而且係大大咁譴責。係啊，呢個係老鼠籠裡面嘅利嚟嘅。所以一你去啄佢咧，就砰聲個老鼠籠嘅山。咁所以第三樣嘢就講埋啦，就係人民力量琴日都開記者招待會，梁振英就邀請咗大舊同埋鬱文咧就去見面啦。咁我哋咧係拒絕同佢見面嘅，因為我哋根本唔承認呢個偽梁。係啊，偽梁特首。港共係啦，咁所以呢個港共政權咧，而家你睇下，即係都未上場就已經係哇一副已經當家作主嘅嘴臉，仲要係唔顧規矩，唔顧禮貌咧，就已經係出嚟就。指指點點，哇！最可悲，公民黨算撩撩咁樣嘅，話哎呀 ，CY 俾得我一個鐘咋咁樣啊？呢啲即係不知所謂。公民黨，我唔該你，首先出嚟咗譴責咗梁振英係不顧法治先，仲有大律師公會添啊！即係呢班人去咗邊度？我想問呢班人去咗邊度啊？可唔可以出嚟講啲嘢？即係有時人問我，即係覺得自己好鬼。即係好孤獨㗎，其實，但呢啲嘢明明好基本嘅喎，係啦，即係基本到死嘅喎。又明明話得不孤必有鄰嘅喎，我哋啲鄰唔知去曬邊咧嚇。尤其是公民黨呢啲咧，即係我只能夠形容佢一個法律嘅 tension 啦，即係冇乜自己自治，即係有作為。唔係，我覺得佢嘗試有過嘅，但係你譬如喺外佣事件對佢哋打擊太大啦，即係變咗真係十年怕井繩啦。即係呢個咁樣，你而家走出嚟反梁振英，啲人唔聽，又整個愛港力嚟。曹之巴閉又贏曬你㗎啦！你捏呢個法治唔夠力咩，大哥？係啊！你捏呢個法治，你捏呢個法治精神係夠力嘅話咧，你長遠你先會贏㗎嘛！啊、你而家你捏得唔夠力，仲要褪翻轉頭。咁你俾人覺得你 swap 太犀利。如果你係要揾一個政黨出嚟精英咁嘅嘴臉嘅，但係就隨風擺落，我使乜你啫？我揾葉淑儀好過啦，我支持劉健兒好過啦，係啦係啦，我使乜支持你公民黨啫？又冇組織力，又冇政治閱讀力，又唔親近阿爺，係咪先？係啊。系嘛？净喺度发光，自己发光，自己照自己，唔做乜？而家最近两次城市论坛，你见刘建仪嘅样啊，你仲好睇过公民党嗰啲？系噶，系噶，因为有啲骨气系嘛？系噶，即系起码佢，起码即系个样，你见到佢有个态度喺度咁。因为 CY 唔上场，真系令到佢哋焗住，真系要做翻一个人。咁惨。系啊，以前做个人，以前系啦，以前喺堂堂嘅即嘅羽翼之下，佢唔使特登做只人，做只小鸡。以前睇刘建仪，你要。预备呕吐袋咁讲，系啊，而家唔使啦。又再加临近选举咧，所以系讲翻啲人话，你听得入耳噶。啊，咁所以咧，嗱，咁啊，啱啱讲起刘健仪啦，佢上个啱个礼拜日咧有出席呢个城市论坛嘅，咁我哋下个啱啱下一节咧，亦要讲翻今集即系啱啱呢次嘅城市论坛嘅。咁啊，休息一阵，听只歌先，咁跟住翻嚟继续城市再论坛。Yeah.
passo sfiorava l'arena. Entrava il la fragrante.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双飞直入自驾奔驰，与其等死不如用笑众生机。香港人网母亲节呈现，妈妈正爱你。5月12日，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萧若元、黄毓民率领一众香港人网主持龙年搞笑，门票分230、170及130。4月14日起，于城市电脑售票网公开发售，查询2892-7816。特别鸣谢靓煲王及美化射箭教室。好巨胆啊！艰难做时势，风雨生信心。我哋而家系好艰难。但是这个艰难是给我们重新出发一个最好的契机，是吧？以慈理念，再艰离例，就是说在艰难的时候，我们的斗志就是更加强的。我们是坚决反对释法，仗义公义，尤其是未到终审法院，未到最终裁决之前，158条讲清楚，就是那个案件到了终审法院要做终审裁决之前，如果这个案件是跟中央那个权力有关的。